的用食，就是食物的部分，那如果说哎真的不够的话，我们再买一些钙片来补充这样。哦，好，所以我们当然最重要，我们如果我们平常的饮食里面就可以把钙给补回来，那当然要天天来补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食补总是比吃药要来得好，健康一点。对，好，好，那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存骨本，然后要抗骨松，我们补钙大作战就要跟着我们这样做，对不对？没错，这样吃一定就可以，就是可以补充到很多的钙质。对对对。好，那我们第一道料理要来介绍的是什么？今天的第一道料理，啊，我们先来煮个汤，对不对？好，我们先来煮个汤。哦，那这是什么汤呢？今天是味噌鲑鱼豆腐汤。好，哦。好，我们这个味噌鲑鱼豆腐汤，我这边用到的是鲑鱼头，哦，然后也有一点鲑鱼肉，不多，哦，但大部分都是鲑鱼头。那传统的做法就是你还要再穿汤，我们都不要，因为这么好的鲑鱼油，那我们要保留住，哦，那所以我们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油去煎鲑鱼就好，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不锈钢锅，哦，然后我们就是让它热锅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把锅子先加热。然后我们今天用的鲑鱼还有豆腐，对不对？对，哎，还有菇类，对，还有个菇类，对，哦，那所以这个都是要一起放在汤里面的嘛？对啊，对啊。好，那我们鲑鱼本身也是含有很多的钙质吗？对，本身因为它是深海鱼，所以说它的钙应该是说它的维生素 D 比较多啦。对，所以说维生素 D 多的话，那它一样就是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哦。对，好。那反豆腐的钙质本来就很高。嗯，好，所以我们这道料理非常非常好，因为其实这个汤应该大人小孩都很爱喝，而且煮非常简单，其实我们就是只要放一点点的油就好咯，哦，真的是一点点，哦，我们主要是要把我们的鲑鱼先煎香就可以了，哦，好，你看就这样一点点的油，哦，那所以不需要穿烫，我们只要把鲑鱼先进来煎香就可以了。先摆画面，然后吸过去。好。然后这个，先摆回来。啊。那个鲑鱼它本身也是算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嘛，所以说在于我们骨质方面也是蛮好的帮助，这样。对。哎，所以我们平常现在到底这个生鱼片还可不可以吃啊？生鱼片因为它有些如果说你知道不新鲜的，它比较有一些它们不菌的问题啦。对。对啊，但所以说如果真的要吃的话，没有很确定来源或者是 对，就是还是把它煮熟，是不是？没错。好。就稍微煎香就可以了，对不对？对，稍微。只要让它表面煎香就好，哦，就是让它的那个蛋白质跟那个锅子触锅之后，它比较香，然后比较没有鱼腥味，好，哦，然后我们今天姜呢准备的是嫩姜，哦，然后比较不会抢这道汤品的味道。起菇它本身菇类它本身也是含有钙质的部分，那虽然说它的钙质没有像板豆腐这么高啦，但是一样就是可以搭配在里面一起吃这样。不是，菇也有钙质哦。嗯，菇类也有，菇类除了它的多铁类之外，它还有钙质。哦。只是它的成分没有那么高而已。对。好，那我们就稍微的煎香一下，然后翻一下面就可以了。好，用一点点的油就可以了。那煎完之后，哦，它就很香，对，哦，然后这边就放一点洋葱，哦，对，那我们刚放了姜，然后现在放了洋葱，对，真的好香哦。然后我们要放一点味噌。水就先放下来，煮开了。
次看到那个汤这样滚起来，哦，就好有好疗愈哦，就觉得这道汤品一定非常好喝。我喜欢把这个，因为我们平常如果说把这个味噌直接放上去，其实不容易搅开。哦，那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我们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易拉转里面拉一拉就好，很方便。我平常也都是拿在这边去拉拉一样。对，但是它就是不容易，对，不容易搅拌开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放进来。一点酒把它拉开，然后放一点糖提味就好。这样就搅拌开来了，你看，嗯，很快速，对，哦，很简单哈，哦，对，对，所以是不是你在里面拉，比你在里面拉要方便很多，对，还要快速。对，太很多。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易拉粉再用这个水洗一下就可以，顺便洗易拉粉，顺便把这个味噌再放进去，剩余的味噌再放进去。对，所以你看哦，洗易拉粉的同时，哦，就顺便放进来咯，一点都不要浪费。嗯，好，剩下汤匙里面的人哇，这道汤现在其实已经感觉很好喝了耶，对，我饿了。对，所以你赶来的路上有吃饭吗？我今天有吃。今天没有吃到。对啊。我今天也没有吃，所以我刚一直去吃水果。可是刚其实连不了线的时候，真的还压力蛮大的，所以我们下次是要来做一下抗压的料理，舒压。对，所以你平常如果有压力的时候怎么办？我有压力哦。对，我怎么调整？我都听音乐嘞。都听音乐。听音乐就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吗？对。然后就会比较舒压。我本身是听音乐啦，我的方法是，对，哎，不错的方法哦。所以，要不然就是去游泳，对。但最近比较少看，就是运动，对不对？对，没错。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抗压方式哈。对啊。我觉得你看这个锅子，真的热度好快哦，然后一下就滚成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板豆腐放进去。其实补钙也蛮重要，就是要运动啊，要。做一些负重式的运动就可以提升我们的骨质，这样子。哦，所以也是要搭配，就是食疗之外，还要搭配我们的运动，对不对？没错。所以煮这道汤品真的很容易，很简单。对。对。在家里做其实还蛮快速的。对。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这样。没错。因为其实我们鲑鱼放进去，它其实熟得很快。对。对。好，然后稍微把它煎香之后，然后这个豆腐再放进去煮就可以了。好，那稍微把它煮入味就可以。其实我们的鱼现在都已经熟了，对。好，那稍微我们把这个鱼的它的那个它的营养价值都煮出来，然后它包括它的鱼油都已经融合在我们的汤品里面了。也就是只有我们的味噌，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就够味，对，就够了，就够了，不用再另外再放油。还有，哦，对哦，我们还有菇，差点忘了。好，菇不用洗哦，嗯。欸，所以这道其实也很有饱足感啊，蛮丰盛的。对，其实如果不吃饭，光吃这道也不错哦。没错。我也喜欢把一些，脂性比较高的东西全部放在一
起，那我觉得吃看起来也会很多的东西，然后吃起来也会很满足这样。对。那如果菇像我们今天是用红喜菇，那你也可以改杏鲍菇，可以改其他的菇类，其他的菇都可以。对。哦，哇，那这一道真的还不错，蛮方便的。然后菇的多糖体也可以释放出来。对，没错。哇，不错不错哦。对，也是一样不错。对对对。好，那这道汤其实我们已经煮完了。对。够简单吧？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是最后把葱，撒上去就可以了。对。对。好，所以我们把葱也先切起来。所以你看哦，你有一个 hot pan， 然后煮这个汤，你看轻松轻轻松松就一锅汤，对，然后一下就煮好了，而且它放在外锅还可以保温。就我刚看那个有一个锅。对，鸡的吉祥家族的外锅。对，好，那等一下就撒一点葱花就可以。那我们现在把鲑鱼的它的盖子煮出来，然后再把它豆腐入味，好，然后再把菇的多糖体再逼出来，那等一下这道汤底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对，好简单哦。你还要好说吧。没错，其实我还蛮喜欢就这样喝的，味噌汤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喝。好，那。再让它煮一下下，我把它挪到这边好了。哎，其实我这张看一下应该可以了。好，那我现在用保温。好，外锅伺候。好，我的汤基本上已经煮好了，就是让它再继续焖煮的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我们还有一个炒，哎，我们应该先来做炒饭哦，樱花虾炒饭。对，哦，这樱花虾炒饭为什么它也可以补钙呢？其实是樱花虾本身的钙质是蛮高的啦，那它的每100公克就有2800多克的毫克的那个钙质，所以说我今天才要选用樱花虾来当那个。原料这样，对啊。那除了樱花虾，我们还可以搭配什么样？海鲜也可以吗？海鲜可以啊，像那海鲜就会比较放在汤品里面。对。就是可以像那个蛤蜊牡蛎，对，蛤蜊。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说要补钙的话，其实海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源。对，然后它也是低热量的，对，所以说有。那很多人说要什么熬那个大骨汤是钙骨汤，也可以啊，只是说大骨汤你可能在里面要多加一点醋，让把钙质释放出来这样子。对对对，像我们有时候在熬那些大骨汤，然后就会加一点醋。对。哦，那等一下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甜点。好，然后非常非常特别，里面也是要加一点醋的。好，那等一下来介绍，那是一道甜品，可是钙质非常非常的丰富跟营养。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做我们这道樱花虾炒饭。好，那传统的做法就是你的樱花虾要先炸过，那就会很油很腻，好，然后热量就非常高。好，那我们营养师来怎么可以让大家热量高呢？对，低油，对，一定要低油。所以我的那个樱花虾是用烤的，不是用炸的。对，所以你现在看它其实没有那么酥，对，哦，然后也没有那么恰恰这样，然后没有那么香，对，哦，那我们透过锅具把它烤香之后，它的香气就会释放出来，哦，然后就会变得更美味、更可口。那烤
烤香了之后，我们就等一下把它撒在饭上面就可以了。对，好，那我们就是加热，热到锅盖有一点热了之后，我们的哈片就是蓄热完成，够简单吧？非常简单，也不用再滴水，因为它也不见得会粘锅，所以我们就把热到锅盖，你摸它有一点热度就可以了。好，好。对，好。然后这边还准备了有这个瘦肉，对，还指明要瘦肉。你看我们营养师多么健，吃那个养生啊。对，因为他每一道菜都给我算热量，啊、然后在旁边标示上面就是几人份的，对，然后热量有多少，你看。对，我真的认识一个工业设计师，然后他就是娶了一个营养师，然后他说他在外面都不能乱吃，他在家里不能乱吃，因为营养师都帮他配好好的，他老婆辛苦，对，然后他出来以后才可以吃炸排骨，可以解放，对，我们在吃便当的时候可能有的，他说他从来在家里都吃不到这些东西，对，所以娶你们这种营养师是不是压力很大？哎，娶我应该是不会的，我会让你吃很多。听到了没有？我们集训的营养师，还没有结婚，对。哦，所以放下去就微微的香，是不是很香？对不对？就稍微烤一下，哦，都不要放油哦，就这样把它烤香就好。所以你的锅子一热了之后，一触锅香气就出来，完全不用特别去放烤箱，比你烤箱还要快很多。哦，好香。对，好香哦。真的樱花虾不要再炸了。嗯，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肖哥的话对你说。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记者。他不会有好话的啦。咬嘴唇。这怎么梗？那个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摄影师为什么会捕捉到咬嘴唇，我就知道他不会说好话的，他专门会来给我吐槽而已啊。焦哥，你需要补钙咯。他说锅热后转小火吗？有观众问。对，我现在其实是熄火啦。对，因为锅子的热度其实够了之后，我整个是熄火的，因为其实温度。因为它配它的热度，吸热热度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是我其实我现在已经熄火了，你可以看，我现在其实是没有开火的，对，然后你看是不是这样很轻松，然后它就整个酥了，对，不放哎，好，我们就让樱花虾先起锅喽，对。主要是我要炒蛋，对，炒蛋要一点油才会香。那其实蛋呢，你要香，不外乎就是你的油要多，对。但是我们，平常健康的吃法，我们当然够就好了，也不要去放太多的油啦，好。好，我们的樱花虾烤好了，我们把蛋先打散一下。哇，还好都有进来，炸用 hot pan， 海龙王问说用 hot pan 炸红葱酥，当然可以啊，你的锅子要热到180度以上，那如果不知道180度，就是用一个筷子进去，它会冒泡泡，就差不多那个温度，好，然后你红葱头就是用那个。切切热，或者是用那个易拉转把它拉一拉之后呢，就可以放进去炸，然后炸到然后你放进去炸了之后，它温度会降低，所以不要再把它关小火，然后就炸的酥酥的就可以了。然后炸那个蒜酥也很好吃，用它配下去。对，但是用它配，因为它温度高，所以温度要记得要不要说离开很久然后再回来，那就过热这样子。因为它的蓄热力很好，所以像你看我刚刚，我
我烤这个樱花虾，我根本没有再开火。对，刚刚热锅的就够了、哦。好，所以刚刚有锅子已经有一点热了、哦、那我现在就把油放进去，你看我一开火，这个油又热了。对。好，我的蛋就放进来了。哦，这个蛋我要炒散就好，可以随便炒就行。来，你帮我炒一下，我切一点葱。好，我会把空白的地方添进去。这个小可爱，把它剥得干干净净的，一点都不浪费。现在已经完全不粘锅了，你看油就算是用很少也没有问题。好，但是记得这个瘦肉丝一定要炒散就对了。它切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会粘在一起，所以要确认这个瘦肉丝整个都炒散之后，我们再放饭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先调一点盐的，调盐。对。进来，那不用太咸，是因为我先把这个这个材料先让它有味道而已。好，那因为本身樱花虾本身也有点咸度，对，所以也不要放太咸。有朋友想问说，那怎么用哈片煮出漂亮的紫色茄子？他有看到我的故事吗？我今天不必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哎。我的方法就是不油炸，哦，然后直接用穿烫的，哦，那我的穿烫方法，我的水也不用放太多，就是大概这个哈片大概是三分之一的高度的水，那一定要水一定要大滚，哦，一定要大滚，然后你的茄子如果切断，就是没有再对火的话，时间。哦，就是三分钟，那你如果对火的话大概一分半钟，但是还要看你的茄子的大小，它如果比较粗，哦，就是最粗的，我那天那个茄子是很粗的，所以大概也是三分钟就好了。
哦，非常简单，然后你也不用用什么去压它，都不用，哦，你就是三分钟就好，因为但是你全程都要用，都要让你的水是大火，就是不要让它温度降下来就对了。然后你不要煮过久，哦，过久它颜色就会跑掉，哦，那你水也不要过多，因为它的它的那个花青素就会流失掉。这样有听懂吗？他们说他们要找上上集的内容，他说要找上上集的内容来看。我有录了，但是好像还没有播。台视也有录，华视也有录这个这道，但是可能要再等一等，到时候影片都会上传的啦。但是就很简单啊，其实你们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因为你家有一个神锅，你知道吗？你就可以很轻松，对，真的什么都很好煮。好，这个饭呢，其实也不一定要用到隔夜饭，其实这个我也是今天煮的饭，对，因为我也没有隔夜饭可以用。那现在就是我是刚刚才又开火的，所以你的油烟就不多，那因为我们油用的也很少，对，好。那这饭也可以换成，如果觉得不会不对味的话，也可以换加一点糙米饭进去。哦，对啊，哈。再加一点纤维质啊，或是其他的维生素 B 群这样。哦，会更健康，健康一点，对。像养生常都叫我们要吃燕麦饭，对不对？对。那燕麦饭也很不错嘛，哈。燕麦它本身是可以降。降血压，血胆固醇，对，所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嗯。好，这个4.5的 hot pan 呢，本身，我有量过它的容量，大概有36公分炒锅那么大，哦，所以不要怀疑，虽然它的看起来不大，可是它的容量真的很大。对，就是这么36公分的炒锅，很大哦。因为我们炒锅通常是这样圆弧的嘛，所以它的空间其实是缩进来了。对，好，那这个空间其实整个非常大，因为我有量过。然后它一整包的米粉都可以放进来，而且完全不用炒。好，那这个饭呢，要把它炒开，要让它粒粒分明。就起锅了以后，撒在最上面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两样小礼物哦，所以、哦、所以要有奖征答。好，我们今天都是有奖征答吗？一个吧。不要分享了。一个吧，分享，分享，分享跟按赞啊。好好好。那再答对一个题目嘛。好，赶快按赞哦，分享哦，就可以抽到我们今天的刨刀，哦，好，这个刨刀，哎，它是可以刨番茄皮的，刨芒果，哦，然后现在有那个水蜜桃，有没有软皮的，它都很容易刨，刨出来皮会比较薄。对，番茄啦，奇异果啦，芒果啦，木瓜啦，我都习惯用这样烤一烤就好。好咯，我的饭已经好了，我再先吃看，再滚一点点，我刚才没有放盐。
所以要想出一个题目。是，你不要跟营养师讲，因为他又会开始想题目，他就会忘了讲他的营养成分，因为他很用力在想题目哦。我也很用力。对。其实我通常会把它放在锅子里面、啊嗯、然后你家人回来你还可以吃热的，对，现在超级香的耶，对啊，都饿了。所以你们今天有吃饭吗？没吃饭。你们今天没吃饭？对，今天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先吃饭？又塞车啊。然后来压力又这么大，对不对？对，真的。好，等一下会让你们吃多一点。由于你说营养师有酒窝耶。你现在才知道。好，葱下去咯。我们营养师很漂亮哦，由于你有没有适合的对象帮我们介绍一下？他刚刚已经说了，他现在30岁，是不是？不能说我的秘密。不能说，我怎么帮你找对象啊？对不对？那永远18岁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永远都比我们年轻啊。不会啦，只要认真吃就可以很年轻。真的哦。对。对，吃对东西很重要。真的，吃的东西真的很重要。好，那我们的饭已经炒好了，最后就把樱花虾铺在上面，好，这样子就可以了。超美的，对。好，然后当然，你看外锅，在放菜，但是没有关系，我还有。有一名说太多对象了。太多对象。我可以作证，真的没有。他现在没有男朋友，还是又有了？现在没有。我上个月有求证过，所以来赶快可以留话这样子，私讯好了，私讯好了。好，我们这套樱花虾炒饭已经完成了哦。我怕它这樱花虾会软掉，所以不用盖盖子，因为等一下就要吃了，没关系。然后我如果说是要保温的话，我就樱花虾不会先撒上去，就是对，就是盛好了之后再把樱花虾撒上去这样子。好，那最后一道料理我们要做的是，对，炒青菜，小鱼干炒青菜。好，一样先热锅、哦、然后我们的小鱼干，这小鱼干也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钙值蛮高的，对，对啊。渔民说怎么办？吃不到了。来呀、啊，来台北啊，赶快从彰化过来哦。你自己都那么会煮，我们这个礼拜才刚跟渔民去那个彰化。就前天19号才刚去，对，蛮温馨的，而且我觉得彰化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哎，然后人情味很重，对对，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然后真的是我觉得好人就是会聚在一起这样，对对，好，我们一样把锅子先加热，好，那我的做法就是不放油。我们先把这个锅子没有洗干净，还有稀饭的那个，营养师有开始想题目了吗？有，我还蛮想要让大家一个题目，就是说
去比较哪一个营养价值最高？这太难了吧？真的吗？对啊。女米说她下星期来。女米吗？对。她说她下星期上去。她说她是好人。那你要来住我们家吗？欸，你好像来听演唱会是不是？好像说来听演唱会。好，我们重新再，因为刚刚上面没有洗干净，重新再说。对，好，要把它都擦干了，不然小鱼干进去以后就会有水汽。嗯。然后我们要把锅子当烤箱去烤它。所以要烤得很干吗？就是会比较香，就跟我们冰花虾的处理的方式一样。好，那我们这边准备了还有这个硬形啊，然后蒜头，对，跟白芝麻，对，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个青菜，对，好多的青菜。今天的青菜是芥蓝菜，对，那芥蓝菜本身它的钙质也是相当的高，所以这两个搭配起来就是最棒的。哦，所以要常吃，对。哦，好，锅盖热了之后一样哈，哦，就把小鱼干进去先烤香。你没有这个烤的动作，它就是不会香哦。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个烤的这个动作。玉米说他来听辛晓琪演唱会。哦。他说锅子当烤箱这个太强大了。真的。可是需要烤多久啊？你有闻到它的香气。对。哦，然后因为有闻到它的香气以后就可以了，就跟我们樱花虾一样，所以你不用特别去在意它烤多久，就是因为要看你的锅子的热度多快，看你蓄热多久啊。但是这样也比较不会有腥味，但是传统都会用油炸的，对，哦，然后我们就舍弃那种油炸的方式，直接用烤的。好，我们让它烤一下，我们把我们蒜头一样拉一拉，哎，所以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这个芝麻嘛，哈，对，白芝麻跟对等等的，还有另外一个黑芝麻，那为什么要两个芝麻？你说那个要拍两个不一样的对？芝麻本身它的含钙量就比较高一点，对。那再来是说，因为白芝麻它的不黑芝麻它的含钙量就更比白芝麻更高。对，那再来是说，因为白芝麻它本身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也比较多一点，所以说，如果今天就是有一些胆固醇比较高一点，或者说有三酸甘甘油脂比较高一点，你可以吃一点白芝麻，这样子有这样的效果，就可以降低那些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的降功能。对，好，我们这一道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小鱼干已经烤香了，对，然后中间拨一个位置出来，好，要干嘛呢？因为我们就不用再把小鱼干再起锅了，我们就把蒜头放在中间，小可爱。好，你看现在蒜头进去是不是有蒜头的味道？对，对，蒜香。好，所以我们的小鱼干继续在旁边再继续烤，然后这个时候一点点油炒香蒜头，就这么一点点就好。好，然后还要有这个定型啊，然后加酒，好，好香哦，再来点白饭，真的哦，很下饭。好，然后这个时候，所以就把青菜放进来喽。
高丽菜、芥蓝菜这些菜，它本身它的含钙量是比较高。那还有就是像菠菜那个也含钙量也非常的高，只是说菠菜它里面因为它也有一点点磷钠，就是矿物质的磷，所以它怕会跟钙会抢吸收。所以说基本上我们会以芥蓝菜最好，高丽菜对为主这样。所以不能搭在一起的食材还是要避开的。对呀、啊，没错。所以认识营养师很好、欸，娶、啊、到营养师更好。对，我会让你吃很饱，吃得很健康，没错。那我这样分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腌就好。够快吧，快哦，然后我的辣椒其实就是只是装饰而已，对，因为本身我不太敢吃辣，对，所以我就把辣椒就是装饰一下就好，好，冒烟再拌一下就好了。那我们刚刚盐巴还没有放，就等一下再放就好，好、哦，所以基本上我们这几道料理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就要来做我们今天的，对。其实我蛮期待甜点的，真的哈、哦。对，所以你们有猜到我们甜品是什么了吗？这好像是我来这边第一次有甜点，真的、哦、开甜点的。对，好、哦。而且这一道啊，现在你只要有一个好的压力锅，然后要做到这道甜品非常的容易，因为外面练这道甜品大概要练七八个小时。这么久。对，然后才可以把它的。胶原胶质也提炼出来。我们压力锅今天也有特价哦。对对对，我们有压力锅的特价，然后哈佩也有特价嘛，哦。好，那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压力锅。哦，今天的特价，我们原则上我们的特价只有五六日，哦，因为周末大厨我们只现抢五六日而已，哦，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不管你们要到各专柜。或者是爱秀 Life 点进去，或者是我们 iKitchen 的网站点进去，都可以购买得到这个价钱哦。八公升的压力锅，包含炼七星的配件哦，原价23,299，今天16999，所以要赶快抢哦。还有这个4.5公升的经典红，瑞士的图腾哦，竟然只要9999。我都还没有介绍完，我的锅子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要把它介绍完。等一下，我们还有这个巴密斯的转动奇迹要介绍给大家，而且今天要介绍的是薄荷绿，哦，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好，哦，然后当然会赠送我一杯有感的书，哦，还有这个大钢杯，还有研磨盒都有了，哦，好，我们原价19248，现在16888，哦，非常的超值。然后另外还有一个1688的易拉蒜，哦，都欢迎大家赶快抢回去。像这个易拉蒜，我一直想要拥有，哦，因为可是我这个易拉蒜现在已经到3刀头了，我的2刀头还是用不坏，哦，我它就用不坏怎么办呢？我就无法换新的。好。冒烟就好，你看这么绿的青菜，哦，好绿哦，放一点点盐就好。你有看到这么绿吗？有，超绿的。可是我怎么镜头没有看到这么绿的青菜？会滴了一下。啊？会延迟了一下。这么慢？已经有了吧？还没。哇，你看。哇，超漂亮的哈，对，好，有有，看旁边也出来绿色的，有有，好，哇，超漂亮的，婉平说他期待新的五十甜甜圈锅。哦，现在要抢收年庆预购啊！那个甜甜圈锅真的很好用，真的很好用，很方便。哇，你看，
一盘，其实营养师说三人份，可是我每次都违反他的三人份，都是炒大盘。对，三人份怎么够呢？小鸡蛋好多。对，补钙嘛。对啊。然后青菜也要多摄取，然后还要运动，对不对？对。然后还要晒太阳哦。哦，很重要，很重要。但是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去晒嘛，就是避开那个早上的十点到下午两点的时间。哦，其他时段就是大概就是晒个十到十五分钟就可以了。好，不要晒太久。撒一点白芝麻。多下去吧。好，一点黑芝麻吗？还是不用？不要，可以啊。好，所以就这样就好了。好。不小心又完成一道菜。好，然后我的汤也好了。对。对，好，我们现在介绍一道超级好喝的甜品。其实我们甜品有两杯了，一杯是饮料，然后一杯是果冻，对不对？好，我把这里先收一下。我们干脆让大家猜是什么好了。有想说吗？对，可以吗？可是还好我还没想。要提示哦。不然应该不好猜，哦，就是外面要练七八个小时，可是我们只要练一个小时，用压力锅只要练一个小时，哦，然后要放一点醋，然后有什么营养价值？营养师先帮我介绍一下，这道应该是说它本身的胶原蛋白比较多，它的胶质比较多，那在我们会加一点点的水果，主要是因为维生素 C 跟就是可以跟胶原蛋白结合，那就会让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啦，还是说我们的骨头里面的一些胶质那边就可以比较容易有补充到这样子。对，像我们的关节，如果说你补钙，其实也要有配合这样的胶质，对不对？对，然后所以就会添加一点维生素 C 的水果，这样比较好。对，各位有猜到了吗？还是很难，对不对？我知道。哦，然后我们现在专柜有在做 DIY 教学，其实已经有人猜对了，欸，真的。为什么？预告画面。预告就有了啊！我们预告就有了。好，那这一道呢跟鱼有关，所以你们都猜到了吗？哦，这边有。还没有很冰，你看到它已经结冻了，有没有？对，它也像果冻。对，但是不可以让它受热，好。对。你看哦，这一点就是只有加水去熬的鱼鳞哦，而且这个鱼鳞我们用的是浅烘焙的鱼鳞，你看整个都结冻了，有没有？它越冷会越冻，越结冻。对，然后我跟你说，你完全吃不到那个鱼腥味，完全都吃不到，对，完全没有鱼腥味。其实我如果不跟你讲这个是鱼鳞，根本没有人知道这是鱼鳞，对，但是它就是鱼鳞，然后放到压力锅里面去煮，哦，然后煮一个小时，然后把鱼鳞沥掉，哦，然后就已经变成这样，对对，然后我们就加上这样子的水果，对。我爸可以吃这个吧？这个不行，火龙果不行。对。为什么？钾含量比较高。哦，所以法律也在讲火龙果啦。你猜不？我应该也猜。也猜。也猜。钾含量高。那你讲真的话，讲奇异果的话，你个点点人讲火龙果嘞。我你定买火龙果啊？啊，无啥规矩啊买，怎么无啥规矩啊买啊？你看哦，
我们这个果冻有没有？然后都变成这个果冻了，而且这样很漂亮，对不对？看起来真的好漂亮啊！对，晶莹剔透，然后上面铺满这个水果，来，你可以先试看，先你先试试给大家看看，啊，把这条。等一下，你们都有哦，做了好几个，你帮我们吃看。好，你试试果冻的部分。对。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抽奖哦。嗯。但是一定要在线上哦。还它还蛮甜的。好。有甜甜的感觉。对，然后搭配那个水果又有点酸甜酸甜的。对。但是你有吃到鱼腥味吗？没有。完全没感觉。对，完全没有。对对对，所以。你那个鱼鳞呢，可以做很多个口味，咸的、甜的都可以。哦，那这个对咸的也可以做凉拌。哦，那只要上网，你打微微菜鱼鳞冻，其实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食谱怎么做。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做现场做，所以就先熬出来给大家看。哦，那真的非常简单。那其实大概大概一台斤的鱼鳞冻就可以做这样子，做三十几杯，所以非常划得来。然后真的不用再到外面去买什么果冻啊、布丁啊，对，这样子非常好。对，其实又可以低热量，对，低热量，然后又有钙质的补充，又有胶质，对，那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甜品。所以吃的不会胖就对了。对对对，可以多吃，人家可以多吃，然后吃了应该皮肤也会变好吧？一定啊，对，会越来越好。有人问说鱼鳞长得怎么样子，是什么样的鱼鳞？你市场买的那个鱼鳞就是，但是因为市场买的鱼鳞，你可能没有经过清洗，麻烦，没有经过检验，所以我跟你讲一个好汤，你们赶快报名瑞康屋的那个鱼鳞的 DIY， 非常简单，你们到柜上去，他们就我们的柜姐就帮你准备好那个鱼鳞，然后你直接去体验，好，然后你就可以不晓得可以带几杯回去，好，然后你可以在现场再买那个鱼鳞，就是。但是你要先预定，因为那个是要冷冻去保存的。那我们有找到一家，它是浅烘焙的，然后都是检验报告都是合格的，完全没有重金属，所以还是要慎选。然后它煮出来这个，我们经过浅烘焙培的那个鱼鳞呢，它就不会有那种煮出来不会有那种酸味啦，然后不会有那种腥味，所以你吃起来是口感很好。对，好，那很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划得来，就是。你才一台斤就可以煮出三十几杯，好，所以平均一杯就不到10块钱，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划算，好，所以赶快去报名瑞康屋的 DIY， 好，然后真的很超值，因为瑞康屋开的 DIY 课程其实只是为了跟大家交流，好，然后让大家知道好的食材、好的健康怎么吃这样子，好，那最后我们要再打一个这个，它是钙质，对，钙多多。对，这个是什么呢？黑芝麻。黑芝麻要看清楚哦，它里面是没有黑胡椒的。对。我话说呢，我们早上就是有一些，因为上礼拜我们有一些黑芝麻，然后就是打完之后，然后就把它放在桌上，然后我就是我们那个妹妹要把它收起来。就他把它跟那个黑胡椒收在一起。有人问是全省专柜都有吗？全省专柜都有，都可以去报。瑞康屋跟益康屋，但是你们要打电话去预约报名，然后看他们什么时候有开课。好，那9到11月都有机会去报名。好，那可以，上网看得到吗？看不到。看得到九月的。看得到九月的。好，反正你们打电话去专柜问就好了，然后。真的，我觉得那个课真的可以多上，非常的超值。好，然后你现在就是把它这样放进来，好，然后早上我们就把黑胡椒加上黑芝麻的，有时我们也看不出来里面有没有黑胡椒，对，然后就打成牛奶，对，对，然后我儿子就说，这个怎么喝起来怪怪的，对，好，然后怎
么咸咸的，辣辣的。然后被加料。对对对对。然后越喝越奇怪，这样。好，那我们黑芝麻呢？你看哦，我们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哦，对，现在是芝麻粉，很香，哦，自己打的很香。好，那怎么样做成黑芝麻酱？自己打就好了，真的不要再去外面买了，哦，完全零色素，哦，然后也没有再加油，哦，就直接这样打一打就可以了，哦。那记得打的时候，小黑老师有教，就是先快速打一打，哦，然后再按低速，让它，因为你有个离心力，然后再让它回来，是小黑老师教的啦。好，因为他们有二十几位厨师，他其实都会互相贡献他们的厨艺，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最高开的厨艺课程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要把握机会去学习。好，可以的，有加够了呀。然后咸的鱼鳞冻，就是怎么做凉拌鱼鳞冻，然后怎么样做果冻，通通都有加。对，嗯，哎，好像不止做鱼鳞冻，还有做什么？在做鱼鳞冻的时候，好像还有教大家什么？凉拌菜啊。哦，就是凉，就凉拌，那不止哎。凉面。凉面，对，对，还有用那个白芝麻自己做凉面酱哦，对，然后还有是用那个上礼拜那个面粉加的那个面条有没有？对，啊，然后做凉面，啊，对，对，所以报一堂课就可以学这么多，对。好，你只要帮我按着就好了，我去拿水果，还有拿牛奶。牛奶等小编，好，开讲。不好意思，今天让大家等太久。
好了吗？还没。是我们的菜沙拉得的奖了，恭喜我们的菜沙拉！可是他有在线上吗？他必须要在线上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芝麻酱哦。对，你看一滴油都没有加哦，也没有加水，没有加油，但是这个全部他自己出来的油，然后这样子是最营养、最健康。好，但是你如果传统的搅拌棒，它是没有办法打到这样，会打到整只机器都烧掉，还打不到这样子，哦，所以真的非常神奇。然后我现在就是只要把那个芝麻酱放进来，对。所以菜沙拉要喊三声吗？当然啦，对呀，啊。要在线上才可以啊。所以要再等他等多久？就是等一分钟，他如果没有，哎，你这个会比较慢吗？会有一点，不会比较慢啊。你看嘛，我这样是不是很难搅得碎？对对哦，然后所以对，还是要发密斯就搞就搅就搞定。所以我现在就蛮依赖发。所以菜沙拉回应了吗？不然我们要重新抽了哦。是的，那就要放弃这个机会咯。谁叫你不在线上？对，秒杀。妮妮可以补偿你哈，哦，早上喝到黑胡椒的芝麻牛奶，对。好了，这次是黄玉清，又抽了一位。黄玉清有没有在线上？赶快答哟！有吗？有吗？我们已经把菜沙拉舍弃了，对。不行，因为牛奶不能喝。来了来了，终于来了。哦，恭喜恭喜！好，我们因为我们的 delay， 所以我们的周末大厨做到现在。哦，但是蓝妮妮这杯补偿你，早上的加了黑味的黑芝麻牛奶。哦。那这杯也是非常养、非常健康，对，因为它钙质也蛮多的。对，好，那我们今天总共做了多少菜？我们复习一下哈，就是有一个鲑鱼汤，鲑鱼味噌汤，对，鲑鱼豆腐，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红喜菇，好，然后还有我们的樱花虾炒饭，好，然后还有我们的小鱼干炒芥蓝，好，然后。还有我们的鱼鳞冻，对不对？好，鱼鳞冻，吃完了。对。还有我们的对鱼鳞水果冻，然后最后还有我们的芝麻牛奶，哦，对，非常好哈，所以要常常吃这样的食物，然后就会让我们越来越健康。没错。哦，那就跟我们这样吃就对了。没错。哦，好，那周末大厨，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